再投一张。我操！我这不变就见鬼了！赶紧找一个幸运儿，就跟在他屁股后面。就你了。这都不是我编码，这都不是我编码。我操，这个，这也太狗了吧！完了，挂到七了。昨天晚上还挺好的，怎么一到今天挂不管用了？给力哦！我要看看这个红蝶，他这张牌到底是多少？赶紧赚钱赚钱赚钱，买地牌卡。最后一秒，吸他一下。赚点小钱，哎，板子一下子，哦吼。感觉这个佣兵不对劲呐、啊！哎，你跟呢？你接着跟跟呐、啊，接着跟。我今天要跟你同归于尽，我跟你说。赚点钱，赚点钱。看那个舞女，哎，收，碰，碰机子，哎，要没了，要没了，要没了！快换牌，换牌，兄弟，你别跑了！再不让我换牌了，我这还摁一下，不亏，不亏，好吧，只要给我个一，
完了我炸了。先赚钱，先赚钱，赚钱是王道。就是你，换牌，换牌，抽抽抽。爽，我又活了。我打你个蛇皮，气了气了气了，兄弟，不，这不这样不好啊，我炸了。穿梭机子了，怎么这个倒地的是21点呢？我才发现。来吧，咱们俩都得死，好吧？谢了啊，兄弟，感谢感谢，非常感谢你，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。还死了吧，枪在地上。哎，不是你有兵吗？洗我的牌也没用啊，你洗我牌，洗我牌有用吗你？我们用不了牌啊，我现在很尴尬。现在想吃人了都。谁还空牌了？跑、哦、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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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俩一起死，咱俩一起死好吧，谢了啊。别再给食了，兄弟，完了。哇，这牌好大，走了走了走了。
都选啥不也炸了吗？我还选了个八。我忘记地牌了，我有道具我不爱用。该给点利益了呀，我日，怎么 KG 十四呢？ KG 十四不完了吗？快快快快快快，找个队友，找个队友，我要变一下午的屠夫了，我已经醉了。穿肚肚，是不是超有型啊？小伙子给我换牌，给力，点位挺小的。再见再见再见，这个人百分百要编，你看我是什么来着，选了个最大的出来，走了走了走了。这样不好吧？啊，你这牌大的，你这把是不是要去世了呀？这牌大的，这个一号佣兵，一号佣兵牌很小，怎么可以跟他洗牌或者什么呢？这么早就换了，你都刷钱了吗？穿肚肚二十一，没事没事，等会儿给他递个酒，让这个穿肚肚炸。搞他搞他搞他，
就给你丢上酒。最后一秒丢，最后一秒丢，给他丢个酒，给他来个狠的。他丢了。真叫人工封窗呗，全都在害人。哎，你加油哦！空姐炸了，空姐版本炸了，空姐炸了，贼贱。终于又回到了那种感觉。这把不赢没天理啊，这把稳赢。你别给我换牌，你看着大了一匹他的牌。反正我的牌肯定比这个一号佣兵小的，快跟他同个一进，快同个一进 ，nice， 赢了，稳赢。好像的感觉，有什么互换所有的手牌是吗？换牌呢？随机换。你自个儿炸去吧。我就抽个十，抽一个九，抽个八我都没事，他必炸。What the fuck？ 我点数比他小还输啊？我要最大的牌当屠夫刷他们钱。这都不是我变。
该这牌很大吧？找我没有前途呀！我的妈呀，这嘴力亮起来了呀！突然发现杰克追人是真的难受啊！你跟他换牌吧，至少不会变了吧？应该不会变。其他两个人牌都很小啊，他这个人不会是三个一吧？他牌小的可怜。等我跟那个大侠洗个牌。跟我换，这个人牌肯定小，换了就舒服。干嘛呀兄弟，最后一秒跟我换牌没有前途的呀。
天选之人。300块，79，还空了，差点给我换牌，这个狗贼，离他远点，他估计又买了一张。大侠死了。点数过大，嗝屁呢！一，好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哦，袜子，当我面面。我换你个蛇皮，那个狗空姐好。抓我呀！你抓空姐啊！你跟我换牌，送你了，炸了吧？换还换不换了？还换不换了啊？跟我搞事情，送你张好东西。啊，这么大！该不是。他这是想害死我，要同归于尽。还有一张一，如果拿到那张一就好打了。
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别抽到七，别抽到七，抽到七就没了。一，给我们两栋大了，再来一张，应该不是我，变不了。这盘应该是超过五的。六到七，六到七左右吧。这么快就换了？真的假的？二十一了，你这绝世欧皇啊！不然这个小子赢了。搞他！一跑，空牌了。战功封赏，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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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这个红姐咋这么菜呢？你给点力呀，别人要赢了呀！这不白给吗？这个瓜皮屠夫，空一万刀还被干一板子。一定不会是我呀，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佣兵，二号佣兵。这么大的吗？三啊！他也不需要走，他这边在换牌。大的一张把他抽跑了，真给力呀、啊！
这么小的吗？这蜘蛛惨了。养鱼了，开始养鱼了。我看一下，我花10块钱看一眼。哦，酷毙的。不能让他打，让他打我不就去世了吗？让他打，现在钱都不够，你跟他换牌没前途的呀。哇子，这就9张轴给我。感觉这一波肯定是要死一个人的，我跟你说，这3回合肯定要死一个人，这不止这个老王。这就不给赚钱呢。我等他换牌了。别给8876啊！有趣，怎么这空气要变了？都是这个老王是吧？等我搞点钱，等我搞点钱，我给你们地牌，我只需要再修70%左右的技术。已经死了一个，你跟我换牌没前途呀！我日，真要跟我换吗？他要跟我换牌，我如果没抽到什么就炸掉了。
定要买一张那个，买一张，买一张地牌的。买一张地牌的，直接把酒丢出去，我就能活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钱，哎呀，我只差七块。哎，这不天选之人吗？这不是？那就直接洗牌了呀，那就直接搞成洗牌了呀。因为肯定有玩家想过来给你地牌嘛，那怎么给别人洗嘛？爱我，来吧来吧，给我换吧，来啊换吧，大不了咱俩一起死嘛，换不换吧？真的是舍己为人呐啊！OK， 就这把了。哎呀，给了个一，那应该是我了，应该是我了。他们都不洗，应该是我了。说我的好打。赚大发了，这什么走位啊？这不修了的。有用吗，祭司？你必死。
过来，翻牌。谢了啊，开心。500块，500块。我日！跟一下这个空姐，我怕我又是。再见。生活愉快啊，空姐。买一张东西在手里面，哎，我等会看哪个家伙不顺眼，给他递个8去，我不得给他递个7，给他来个狠，直接让他淘汰。我看三家啊，他不大，一个3。哎，我日！你要跟我换牌，这把我就盯上你了啊！你他娘的！你有种别跑！你别跑啊！我跟你说，你有种别跑！你别跑，你听见没？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你今天必死。这个脚还行。等会再给你递张酒给你。真好。发票要变了，走了。还好我赚了一波钱，我先把自己的牌弃了，然后我先不跟他换啊，我怕跟他换了，等会我又抽回来了，我就炸了。我现在就看哪个不顺眼，把这个酒送给他。我看谁牌大一点，2、3家大一点，我就给3家送东西。三家大。别让我逮着这个三家，看见你了，来，我是好人，来，对，啊，点错了，也可以，丢完7他应该也一样炸，回合结束之后他就会炸了。然后再买张洗牌，等会儿再找一个谁跟他洗一下，正好把酒给换了。
就很爽。这家开局拿的钱太多了，拿了一大笔钱，基本上是优势局。三家必炸，三家不换牌的话他必炸，看三家死。太爽了，太爽了。轻轻松松，好吧，想淘汰别人轻轻松松。哎，完了，我可能要变。不过我觉得我变的话，肯定有个傻子。过了21了，没有吗？没有的话，我找个谁啊？找这个祭司换。你跑，你跑有用吗？你能跑哪去？就是你，过来，换牌。Nice， 再见。变了，他点数大成一匹马，稳了呀，我这边稳了呀，还敢过来我就给你换，我所有牌全给你用，他这明显就大了呀，他这肯定大了呀。这空调好像挂机了，板子提前下了，哎，你再见吧，直接下一局了。他难不成他正好20点吗？应该不会吧？还是说再来一局？我就说，我以为他这么多张牌，不可能就是他也20点，他要20点那就平局了。给我两张大的，再给一张大的，牛逼！这也太大了吧！我这都不是我吗？我人都傻了。不能给这个红利换牌了，换牌我就炸了。哇，别吧，跟他换，跟那个幽冥换，哎呀，折了几刀，你这个瓜皮。跟他换，给力哦！我得把我这张石想个办法搞出去，这石太吓人了。可以。
其实也可以不用就是搞这些，你我就直接赚300块钱，然后我找一个幸运儿，把他这张十最后一秒丢给他，让他直接淘汰游戏也可以，不过三百块太贵了。哦，看哪个不爽就把牌丢给他。3连不修啊，专修安全级。3连我不修，我专修这种医院有板区域的笛子。疯狂赚钱。他要跟这个冒险家换牌的。哎，我不应该翻出去的，我应该接着修。21点，你达到了也没用，你达到了，你等会还不是得死。我等会再来找你，那就不需要了，那我直接来找你了。哈哈哈哈，他直接来找他了。他们那边在勾心斗角呢。哎，空10000刀。换了吧，来了，结束游戏吧，再见。你选哪张？你选一，你也得再见。他们给你换的牌肯定很高。没死吗？我人都傻了。2个21点啊，是吧？淘汰，就说嘛，直接淘汰一个不就好了吗？这个人不是的，他把牌换掉了。2个酷毙他跑不了的。还是你，就是你，换牌，我就不信你抽不到一个十，你抽不着，抽十，你抽不着。再见，你这把再不接近我时间满了。这个冒险家牌肯定的，这冒险家，然后就是空姐这边应该是也就20，然后这个红蝶应该是超过21了，然后就是佣兵这边挺小的，佣兵和空姐比佣兵大，可以考虑搞死一个，把空姐搞死了，买一张看一下吧，我看一下空姐到底多大，
空气很小。没事，我下一波吧，看下一波空姐，看他什么情况。佣兵和空姐必要搞死一个，不然赢不了，必须要搞死一个。哦，直接找人去。那就是空姐了。空姐牌肯定卡得挺好的，但是这张牌如果被抓了也有点麻烦，如果我抽到了蜘蛛不好的牌也难打。我要找空姐，有的时候找人又死一个，那就是这边也就空姐了。我说嘛，你早就找到空姐，把牌给他就赢了呀。哎呀我去，我要是能早点找到空姐，直接把石丢给他，让那个空姐直接嗝屁。坚持一分钟，人都傻了，护臂怎么没关？没有用，再见，你肯定大了。 Nice， 我给石他也炸，不给也炸，他必炸，给他一张牌他就炸了。六，空姐一二，那是我的话，那我拿你们刷钱了呀。妈的，这不是传送气枪吗？
一直吃香很难受的呀。我传过去吃一箱，传过去吃一箱。人都傻了。你给我换吧，你自己选吧。Nice，再见。快走快走快走！这个人百分百变，这个人不变，那就没天理了。我还跟一手吧，跟一手，万一我变了。这样不好吧？啊？你不能死锤我，别人都在赚钱呢，兄弟，兄弟！我心太崩了。还跟我换，哎，你还跟我换一，哎，舒服。可以，你小子搞事情，你小子搞事情，这把弄死你，这都不是我。我要等那个，把他打死之后，再递。你去玩。快活吗？他这把可能要死，对，抽的好，死，这空姐死了，肯定过二级了，再见再见，下一局啊，这送走好不送，还追着我锤呢，21点，那得去把他弄死，直接跟他换牌就完事了。你觉得你跑得掉吗你？你妈了个21跑，我还有护臂，我这不就跟不上你了？加油啊！空姐估计也死了，我给她换一张，换一张四过去了。然后再给她换一波牌，直接让这个空姐淘汰，换牌呀！
哎，杰克也不灵性，你跟他换牌你也能活，他也会被淘汰。还没淘汰，我估计这一波给牌他应该是过21了。好吧，再见再见，见谁就跑，好吧，这把见谁就跑，看见人就跑，带个洗牌，带个洗牌，谁敢靠近我，我就给你洗。谁的是我的菜？来，你们洗呗。搞我！一样21，看多稳呐、啊！那游戏结束了呀，我赢了呀！你跟他换牌，那不乱玩吗？我赢了呀！轻轻松松，走吧，这开 FC 这游戏声音就会莫名变得很大呀。应该是这个魔术师，干了！哎呀，我想摊一板子，给他来一下子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想搞事情？你要搞事情，我这把就顶你啊！他肯定赚了不少钱，不能留他。他肯定赚了不少钱呢，留了这个祸害。其他还是主仆，他这波发白，他没给别人换。哦，估计他应该还是，看看，那牌很大的。
我得赚一波钱，给他这张牌直接让他淘汰就好了。你飞，你接着飞，你飞我用护臂。不能修了，换一台修吧。然后把气丢给他就行了，他必淘汰。我只需要赚到300块。其实说句实话，300块就是，哎呦。300块就相当于稳定淘汰一个人。这个人这就不换牌，一直在刷钱，他一直在刷。刷了不少钱，再修一台整机，一台整机，一台整机就够了。估计还是他，摆大。我看有没有多余的10块钱，然后我去看一下这个人，想办法把他淘汰掉。还差2块。死了个空姐。这也太惨了吧。警告你，你别搞事啊，否则我就把999丢给你。还是这个红蝶，那正好，这波正好，等会把这9丢给他，不用我找他了，他自己会过来。板子先下了，我坚持到10秒钟左右吧，然后去往他脸上跑，给他丢牌。花该呀，你是啊，哎，我不需要了呀，赢了呀，还没抓到我，那再见了呀，游戏结束。没抓到我呀。我还想给他丢牌，让他淘汰掉来着。赢了，那更好，直接结束。牌小一点总是好的，大一点风险大。这把应该不是我的。应该是个佣兵。
直接抓医院，你抓得到人就见鬼了。哎呀，我侄子，真就直接往我这边靠呗！你换不换嘛？你要换这把你必死。拿我刷钱，那你这人。就得我锤呗。跟他自己跟他就完事了呀。应该可能有人牌比我大。不是我，有人牌比我大。这只修不了了，没板子。人都不知道在哪迷了都。感觉六鬼没什么钱啊。那六鬼没什么钱，这一点很烦，应该六鬼涨钱就好了。砸板子也没钱，砸板子顶多就是坚持几秒钟而已。这都不是我吗？你这牌大的很，大的出奇呀、啊！这个杰克。
得到的是9，才2块。 应该是要换牌了，他再不换估计是要炸了。换。我日！ 不着急，有办法拿钱的，还给我加装2，还给我加装9，怎么已经了这是啊？ 6、14，没肯定是没了呀，没死也要拖一个走。来选吧，死我也要拖一个走。 不走了，没得了，应该早点弃了，手牌太大了，早点把这个9弃了就好了。我想把这个9到300的时候再弄，还是发牌发牌，2张大牌。 赚钱赚钱！哦，好吧，这把币是我，无所谓，你随便找个新人玩啥赢。 一刀一个小朋友，我都不需要抽了，那不需要抽了呀，那还抽啥？
没事啊，下一把还是我呀，我还是屠夫呀，我记得拿你们刷钱啊，我直接把你们全弄死呀，都变成赚钱了呀，就是买一张地牌卡。随便刷呀，有钱就是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。还点修呢，我想换牌，小伙子，跟我换，我赚的钱够了，我不需要了。要把你淘汰了，真不好意思呀。开心吗？反正你开不开心我不知道，我开心。这个还帮我减一了，谢了呀！他想害我，有种啊！跟他换，对，换就对了。下把把牛仔弄死，给个大牌，直接让小丑牛仔已经死。搞事情死，给张大了，搞死一个先。哦，来偷龟粉，看一眼这个空气。小丑要炸的，小丑目前不淘汰掉吧？又去换牌去了。
白书，没有用啊！我找到你，我直接给你一张牌，让你去世啊！你21没用啊！我直接过来找你了呀！我一大笔钱，我先等你换牌，我等你跟我换了牌，我再弄你，我不着急啊。大牌已经被换了，没事，换了我今天我也要淘汰你，不能让你活着。我再赚一笔钱，赚到300，然后下一波我再弄死一个，够了。我先表面和和气气跟他修机子，先表面一下，还空牌了。再见。操你，没了我日！搞我一手了，我还好我有钱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没钱的话，确实他赢了，运气挺不错啊，我手速快啊。他估计要变了，那你还不是他变？反正现在就是两个人勾心斗角时刻。加油啊！我刷点钱啊！同归于尽了，坐椅，同归于尽了。